个来嘛，你们不要着急好不好？出来出来。我已经躲进去了。别跑呀，放开。嘿，他又看到我了，快点来吃饭喽。哇，真的耶，他不怕我了，现在。嘎，他现在变勇敢了，我觉得。走了，拜拜。今天要给这些植物浇点水，小猫咪先别出来了啊。我天哪，每天都有惊喜吗？我今天又发现了一只老鼠，太厉害了，每天都给我送礼物。但是我还是想给他垫一下，看看愿不愿意去吧。找了一个纸壳，垫一下，这个就是这样吧，看他会不会进去。这是那只小猫咪，妈妈不在。嘿，又过来一只啦，他们在吃猫粮。
觉现在活动范围要多一点了呢？之前就是在那一小块地方，现在终于跑到这边来了。记得妈妈还会让自己的宝宝吃了，然后自己再吃。别走啊！想要用这个，这个啥呀？猫条，来吸引小猫咪。待会儿我走了，你可以出来吃。刚刚你怎么跑出去了？你今天不想理我吗？嗯？来嘛，不要怕。喵，来嘛，快点！刚刚吃了的，来吧。刚才晚上的不是都吃了吗？嗯，吃吧，啊，吃吧，嘿，乖，认不出来吗？哎，对，我一出来你就进去，不理我，这么酷吗？来，哎呀，我听不懂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过来吧，好不好？过来，你不过来，我过来了。不动啊，别怕啊，来，哎呦，来，来嘛，我放这儿。对呀，吃啊，不就这不就好了吗？来，嗯，好吃吧？哈，再来点儿。